只要面顶流滴伫伊个头壳，用道德摕伫伊个正手，跪伫伊个面前，祈求伊讲犹太人的王平安。第二节，记伫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。既然到了嘞，各项事存在，因是要得到会败坏的顶流。若是咱是要得到未败坏的。第三节，记载伫第三位记载伫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，启示录二章十节。这是六二章十节，我伫今日所要受的艰苦，你看魔鬼要从顶中间几啊人摕着杆，互恁拄着刺，恁要受患难十日，你着尽忠到死，我着要用活命的勉励相许你。